看看大师怎么勾芡。大师勾芡，为什么我们的勾芡都会结块？人家的专业大师不会结块，是有诀窍的。对了哈，那个你那个，因为你要拿起来哈，这样慢慢的淋下去哈，还有太大功没有办法，你就这样哈，拿来哈，一点点就好了哈，因为它本来就很浓稠了，它现在金骨，勾一点点牵制它都会浓稠哈，不用太多，啊，最后加点香油哈，安尼，你看到不？这里是无锡排骨。